我今天这次来，其实我真的还是蛮感动的，这种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吧。再加上整个氛围、球迷的支持、身边的队友，还有进场的歌曲一放，对，我觉得还是就是进场的歌曲，对，就是那种氛围掺杂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会莫名的会就是红眼眶会感动。那我想对很多球迷说，我觉得当初离开绿城的时候，没有好好跟他们道个别。那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杭州，可以好好的跟他们说声谢谢，也好好的跟他们道别一下。对，也谢谢他们这些年来对我的支持吧。那其实都是放在心里吧。对，那我觉得就是离开杭州那么久，那还能被记得，我其实真的还是蛮感动与开心的。